位处亚热带地区的台湾，拥有绝佳的植物自然生态，选择周末假日跳脱出都市水泥，来到占地32公顷的植物园，肯定能一饱身心灵的成长。在政府大力整顿下，高雄市热带植物园从一片荒芜成为生机盎然的风貌，让这里拥有绿明珠之称。民众可在滨海植物、热带莽原、水生植物等6大区中游历，此外也能够在林间教室使用多元的设施，从中认识到珍奇的植物种类，相当适合全家到此探索一番。